8月22日，有媒体曝光了一条尹正和朋友聚会的视频。视频中，尹正看似醉酒的模样，对身边的男性友人又是搂肩又是摸臀，还不时嘟嘴撒娇索吻。网友看完纷纷直呼辣眼睛。此前，尹正就有过和蓝心炒 CP 的经历。2019年，他和黄晓明共同主演的《鬓边不是海棠红》热播，吸引了不少观众。这部剧改编自同名小说，原著中两人饰演的角色就是一对，后来将两人的恋情改编成超越一般情感的知音情。剧外两人的互动也十分频繁，甚至有一群名为明媒正娶的 CP 粉，可见关系很好。作为中年男演员，减肥去油是一件大事。在一次见面时，尹正看见黄晓明暴瘦后的样子，更是心疼地问，裤衩都小了吧。同比，尹正也一直在减肥的道路上不停，一度还因为吃播诱人以及健康食谱成为大众议论的焦点。看曝光的视频，尹正还是瘦下来不少，但还是要提醒一下，少喝酒，不然会多出许多尴尬。